知道未来，想到过去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吗？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事情，再讲一想我们今天，再想一想我们的明天，什么都是虚空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东西呢？我们年轻的时候貌美，想想那些老妈妈，哪一个不是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姑娘？我们过去有钱，想一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没钱。我们过去没有钱，我们现在有钱。我们过去没有孩子，我们现在有孩子。所有的一切都在变数当中。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又失去，我们又没有。所以永远我们活在是无常当中，所以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永久的长存的，那就是在天上。台长希望跟你们都在天上再见面，希望跟你们永远不分离，你们永远可以在天上跟台长在一起。告诉你们，天上吃东西是脑子一想东西就到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天上想走路是脑子一想云彩就到，你只要踩着云你就能走路，你们没有去，对不对啊？希望你们到天上去看一看，你们很多人做过梦，那些美丽的梦就是你们以后要修取的地方，所以希望你们抓住你们最美好的瞬间，以后我们修成正果能够到天上去，我们再也不要到人间来了，人间太苦太苦啊，所以我们才要脱离苦海，回头是岸。我跟大家说，念经就是念心，因为经就是菩萨的法身，你们每个人念的经就会得到佛的舍利子，所以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佛法的真谛，我们永远会按照佛法的教义我们去修。大家想一想，台长到现在讲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让你们能够听到？你们知道吗？台长加持是用这种方法的。我跟你们讲到现在，刚刚你们进来的时候冷不冷？现在热不热？全部加持了，这就叫加持。你们懂吗？你们不要回到家里吵架，说我加持你了。啊，不能吵架，要好好学佛修心，明白吗？